刚才讲的搬蓝肘、护心拳和腰部斜行这三个动作里边有几个小动作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搬蓝肘以后变护心拳，这儿有一个接劲儿，这样接劲儿，接劲以后再这样上翻，然后开始这样慢动作，然后到这儿它是一个突然一抖翻身跳过来，这个拳是这样的，跳过来以后然后向后撤步的同时，两个拳向外抖劲儿，这样抖劲儿，下边这个护心拳的动作与一路拳都一样了。护心拳以后腰部斜行，这样一收，这个手在向上环绕向上领的时候，这时候真正体现了以手领身，唰一抖，这一抖跳步。所以这个在向上开的同时，手向上抖劲的时候跳步，这样做斜行。说新架斜行与老架是不同的，先往下沉，再移重心，再开过来。下边动作叫撒腰压肘拳，是从斜行变，要一环绕下来，然后变拳提腿发力，这叫撒腰压肘拳。再看一遍，一合下来，二提腿，三啊，我再做一遍，一二三。下边动作颈栏直入，这提拳环绕，然后摆脚尖，移重心上步，虚脚，这左掌向下按，右掌在左臂下，然后突然发力，左掌下按，左脚跟向外摆钝脚，右臂向上捧，随着身体旋转突然发力，这个叫颈栏直入。下边动作风扫梅花，就是一个转身背扫，这样转身背扫，然后变金刚倒对，提腿金刚倒对。好，这第一段就到这里。
这几个动作主要把两个地方再介绍一下，撒腰压肘拳，要看一下这个发力，就斜行以后这个发力为什么叫撒腰压肘拳，因为撒腰就是啊腰腰颈要往下沉，压肘就连下垂或者是连肘都可以发力的，所以叫撒腰压肘拳。拳，哼，哼，随着步伐，哼，这样发力，哼。下边一个叫颈栏直入，就撒腰压肘锤以后，要一环绕，转身，这样摆动，过来以后上步，屈脚。然后突然转身发力，这样做好。
下边动作血神拳，血神拳动作与一路拳一样的，我按照分解动作再演示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攒手动作中间有些叫劈架子的这种过渡动作，然后提腿、震脚、开步、合好力，然后用当腰旋转做一个左背折扣的爆发力。然后下捋，把左脚尖，左手为掌，右手为拳，然后提腿、提拳、震脚砸拳，然后一个环绕缓冲下沉，要跳步，要海底翻花，然后再变岩手红拳，下分，提腿，震脚，开步，这样一个分拳，再合，开，这样再合，再发力。好，好，这一组动作里边主要把这个攒手和翻花舞袖这个动作讲一下。要攒手转过身来以后提腿，让提腿震脚，然后翻花舞袖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缓冲的动作，先向上，太极拳讲欲下先上，先向上然后再向下跳，哇，一下落下来，落下来以后
这样变岩手洪拳。这个动作刚才是慢动作，也可以快动作，用当腰的旋转力发引动手臂做弹抖，然后再发岩手洪拳。好，飞步腰拦肘，有提腿做跳跃式，然后先冲拳，再转身做肘劲儿，冲拳转身，这样合好以后，突然用腰转身体周身相合，一个横肘的爆发力，这样横肘。这样做一个这个飞步腰拦肘，腰拦肘都是打横肘，打完以后云手过来，一步两步转到这儿以后，这上下一相合脚掌，然后先推右掌，再推左掌，踢右步，然后再正脚做云手动作，一、二、三。下边动作包太马，一合，再开步，两手上分，下沉放松下沉，这高攀马式。一组动作里边需要讲两个地方，一个是飞步腰拦肘，第二个就云手中间的这样左右脚掌。飞步腰拦肘从岩手洪拳开始以后，把它收回来，穿跳摇的时候，脚步的跳动和落地与右拳要同时到，跳步这样转身过来，合好以后，用这个转腰一重心，把劲送在让肘上，
这样发力。好，下边看这个云收过来以后，这两个脚掌一般这个手这个力一般都不好发，但是两个转到这以后，慢慢的先下沉，重心转到左腿，然后忽然发右掌，然后再发左掌的时候，提腿，然后这样再转方向。好，下个动作叫连珠炮。这个高探马与一路的高探马不同，没有做高探马的定型，只用下沉转身上合的时候就直接倒步，两个手就结合起来上捋，然后向前推掌蹴步，然后再捋收右腿，在开步推掌的时候，左脚跟上蹴步，连续做三个，做完以后转身的时候有一个小动作一做，然后左手向下，右手向上，右脚尖外摆，提左腿转身，要倒麒麟，然后白蛇吐信，连续根部穿掌发力，这右脚粗步，这连续做三个，这两个手做完以后，环绕，左掌向前，右掌合在右腰间，然后再上步，跟脚发力，要白蛇吐信。做完以后，转身，海底翻花，变拳，转身，正脚，变岩手红拳。这个岩手红拳跟前边讲的一样，这也可以慢，可以快。
这一组动作里边的连珠炮和白蛇吐信，在转身的时候有一个小动作，要推完以后要转身，这有一个这样的小动作，这样再转身便倒麒麟白蛇吐信，所以这个动作快的时候就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转身，好，可以把这一个转换的地方做一下。下个动作裹鞭炮，左裹鞭炮做两次，然后这样先和勾脚尖提腿转身，正脚合力，这个发力是用这样向外绷的劲儿，这老架是这样上飞下砸，用这拳向下砸，拳背下砸，这个劲儿是用完全是用身体的抖劲儿，外里缠外绷，然后再提腿折过来，然后再转身右裹鞭炮，左右两边
打完以后要受头式，这个动作有个小环绕旋转，转过来，然后再转过去，把右拳伸出去，这时候加速到右步冲左拳，然后再到左步冲右拳，受头式，然后劈架子，要劈腿和震脚开步，两个手这样分开发力，翻完以后，做完以后做海底翻花，下捋，这时候手向上的时候提腿跳摇，这样下来再做岩手红拳，分提腿，再旋转，再合开，转过来发力，好，这一组动作将裹鞭炮和受头式再讲一下。裹鞭炮将合步以后结合当腰向外分，绷紧结合腰颈，这个与老架这个下砸要有区别。哦，这受头式刚才是身体向这边的，我把身体转过来，要最后做完以后，就移动重心缠绕，然后再缠过来，然后顿脚冲拳，再冲拳，然后这样提腿和做劈架子，然后把这个动作再看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好，翻，这样做。
然后下边动作是伏虎，然后向后撤大步，两拳伸开，然后右拳从右腿下转过去，然后再向左转相合，伏虎式，抹门红，下边动作抹门红，然后提腿跳步。 推掌，哈，黄龙三角水，转身，这手转360度，做3次，转回来以后，下捋。 跳步，左右两边各3个。回来以后，左蹬跟右蹬跟，这样开步上飞，提左腿。 环绕一下，提腿，蹬脚，哼，转身，再环绕，提腿，再蹬脚，哼，海底翻花，这样缠绕一下，由上，哼，阵脚，做岩手红拳。 下边把这一组动作几个主要地方再讲一次：伏虎，然后跳抹门红的时候，收腿要跳
远眺，让落地和推掌同时。啊，这样做，跳步推掌。啊，然后再转身，做这个黄龙三浇水，一定要步伐虚实转换，结合腰，带着手臂旋转，要转360度，转一周，然后倒步虚脚，所以动作快慢的虚实转换，动作分明。在做到3周以后，下驴带起来，跳步转身，然后再变向左边的转身上步，步伐虚实分明，伸腰转换，带动手臂做360度的旋转。好，这个蹬脚以后的海底翻花，蹬脚以后海底翻花，两拳松下来，再向上翻，结合这个腰劲儿，转过来，啪，一个砸拳，一个撩拳，所以这两个劲儿要结合身体旋转过来。所以身心要放松，这个静力才能完整。如果蹬完以后你身体不能放松，僵硬了，它一个是站不住，第二个静力不能发得完整，也不能把劲松在拳上，一定要注意放松，周身协调，静力才能完整。下边动作扫堂腿，手下沉，勾右左脚尖，然后
把右脚收回来，虚脚点地，两拳合在胸前，然后提右腿正脚，然后开步摆脚尖，然后把拳右拳向上翻，上户头，做扫腿，扫一周，转过来以后。 变严守洪拳，下分跳步，这样还是做慢动作，开合再发力，下边叫左冲右冲，这左拳去找右拳，下沉跳步上步冲拳。 然后冲拳的时候，用弹抖劲儿，然后再下沉，跳步，转身过来，再做冲拳，合住，倒擦，然后开一个合。 这一组动作主要讲一下左冲右冲和倒擦。左冲右冲，在严守洪拳以后，左拳引右拳下沉上跳，然后用弹抖力冲拳，把劲发在拳上，然后再向下合。 再冲拳，这劲力一定要松在拳上。这倒擦是一个和刚才慢动作这样做，这个要做快动作，这样要旋转，这样转过来，擦，然后翻，海底翻花。 和这倒擦，一个里合，一个外翻，好。
下边动作，跺二胡，然后转身，勾脚尖，移动重心，左脚尖内扣，两拳下沉，然后重心移到左腿，把右脚收回来。这个动作与刚才的扫堂腿前边那转变是一样的。刚才是背面，现在正好做一个正面动作。 我再做一次，大家看一下。一、二、三，提腿，震脚，然后开步，发力，哼，然后向横向发力，外蹦。 然后右拳上撩，上撩，上步，再进步，再发一个，哼。好，这是慢动作，快动作可以跳步的，上步，哼，跳步，发。好，连环炮就是连续几个冲拳。 然后，哼哼哼，连续三拳叫连环炮。要如果与下边动作接住以后，这个拳冲出去马上就跳走了。这三个拳打完以后，哼哼哼，好。 连珠炮以后，下边是玉女穿梭，然后接着就回头当门炮。玉女穿梭在做的时候，右拳一冲出去，就马上就跟着就跳出去了，跳步转身，拉下来，做回头当门炮，然后再做一个玉女穿梭，然后提起来。 跳步，冲拳，哼，转身，又做一个回头当门炮，哼，好，大家再做一遍，冲拳跳，哼，转身，当门炮，玉女穿梭，哼，再做当门炮。
下边动作做一个劈架子，这样合了以后一个绷，一个背绷，这样转身做腰拦肘，收回来合住右脚虚部，然后身体突然左转，然后做这样的横肘，然后再做这肘，再来一个双肘，再做一个上肘，然后窝里炮，然后旋转，旋转过来以后提腿，一个外绷，这样也看前方打后边，然后颈栏直入，上步，可以风扫梅花，金刚倒对，然后收拾，好，下面把这几个肘法再讲一下。腰拦肘是结合腰劲打这个横肘啊，一定要把这周身的劲合在一起，要这样进步跨步，顺拦肘就把收回来，然后两边双肘，要双肘，要穿心肘，这样收回来以后，然后把这个右肘突出到肘尖上，窝里炮，窝里炮它就是一个合，要看前边，然后这样进步，把打是身后的，然后这样收，收回来，好，这几个地方力点方向一定要搞清楚。
Huh?